你的有，我知道我的有。你的有。哦，很暖的。还行，很暖，哪里暖？现在觉得很暖，太阳啊，太阳晒到。还是没看到阳光。对，他那个不吹晒很难。但是觉得快要暖，暖天很快要那个。所以要不就在上面滑就好嘛，不然又去坐广州，又排队排好久。那要怎么办？爬什么怎么办？我下去坐中间的 lift， 下面的中间有一个。就这个吗？眼睛看到这个吗？不过我坐过。那你要去哪一个？哇，大蓝天！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说大蓝天，是不是在往蓝天那边滑好了？你的动力还足够超过那个，这有点翘起来。你要滑这里哦，看起来又窄又松。松啊，然后右边就是边线了。那我不要，我走左边，谢谢。是吗？我走左边啊，哇，好像。不倒啊。好啊，随便啦。这里就是下去而已啊。拍一张照吗？不然大家就看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我这里拍。太阳亮晶晶，我要拍太阳。我已经是最亮了。好。阿诺布利，突然出现大蓝天。来看我，一二三。但是你那边好像没有什么台，没有什么大蓝天。你把相机收好，那边是超大蓝天。哦。好了吗？还有，还没，还没。好。呜呼呼，又要冲到里面去了。冲进去就。又要那边倒车半天。哇，大蓝天呢、欸！他们都走走走，我来拍他们在山羊站在山顶上。哇，他们这样风景片很好呢、欸。他们刚辛苦走上去的话，岩蹄山要出现了吗？
滑最右边，一直靠最右边，一直这样滑去。滑哪去？滑到绿线去啊！我们刚刚下去不是有右绿、中黑、左红吗？哼，左红我们滑过了，中黑也滑过了，右绿还没滑过。但是你又要滑下去，然后回不来了哎、欸。然后右绿接着再去坐那个斜的缆车，坐过一次。然后呢，可以吃饭吗？那现在十点多吧，但是可以吃，肚子有点饿。我觉得现在10:50，嗯，赶在其他人吃饭前去吃。哦，好。所以绿线滑下去都会吃饭。好。对啊。好。好，就这样。我有带零食。突然大蓝天，敬请绝对不可以使用，违反者将会根据日本的法律而受到。对啊，你看到山顶了，你今天还在说，我也不知道山顶长什么样。现在知道长这样。他们好辛苦哦，我这爬山太累了。那大多数都是滑那个。你说这样斜的哦？对啊，可能会滑到摸油。回得来吗？回不来啊。对啊，所以就要去买那个摸油的票。学生，学生，那感觉这个有盖子的，我们就不要去排缆车，就来做有盖。他们从哪里上来的、啊？哎、欸，谁都在叫？我的没电了。啊？为什么会没电？就是充的跟用的，充的跟用的比例。
对啊，他在冲。你的有没有在冲啊？有在冲啊。又没蓝天，蓝天在前面。嗯。又跟着缆车走吗？那正前面会是羊蹄山吗？不会。不是啊，太阳在左边，羊蹄山一定在太阳的更左边。哦，是啊。对啊。好，一样就走右最右边。这个是这个吗？还有右边。没来过的地方。回得去哈。还有餐厅要吃哪一间呢？但是我不知道地图上把这里算哪里。你是说不是我们不这不是 Annapoli 吗？不是，是吧？应该不可能啊。下去吧，不然也走不去。冲过去啊！从树林冲过去啊！你要切回去吗？从树林冲过去应该可以回去啊。还是这是你刚刚说什么唯一的黑的那一个？好，就下去，一定回。有人在移动，一定回得去的。对啊。你说有？好大的哦，好烦哦。左边一点好像比较小。都有。
地图，看一下地图。你说不进去看了？先在这里看了。我会有点挡路。好好好。哪一个好吃？看这个是什么？真的吃看到菜单都拉面跟咖喱饭很腻耶。对。你觉得是住宿的吗？看起来什么都不是。哎、欸，哦，这是一个吃的。嗯。暂停营业。Pinaku Cafe 暂停营业。Restaurant 这里有一个叫 ECLAT 4.0 92个人拼，是自助餐厅什么东西？不是自助餐厅，是吃饭的。很好吃。有一个有蛋包饭的。它有，你看这一间是这个。哦，必是这个只有。啊？咖啡，那个咖啡，那个小小的那个，那个是贝尔斯。然后可能是热狗类的小东西。自助餐厅到底是咖啡还是？优山杏。牛洞炒。炒饭、牛啊、果汁啦、牛冻炒饭、野菜沙拉达、五冻什么，我觉得可以吃。它怎么是给咕噜那里的？然后这个呢？好，接着你。现在结论是这个可以吃，但是你可以挑更好。这个是什么 ？ELELAC 什么的。为什么它的网页有什么没有看到？为什么只有看到？三性就是那个的，都好看。然后那这个是什么？一什么 LAC 的？嗯，就是你就找自己的目前位置啊，我们就在他旁边啊。我错了吗？我定位错了吗？没错啊。ECLAT 哦，对 ECLAT， 这是卖什么？你说还是进去看看是不是？我刚讲了，他菜单有牛冻什么什么的，什么很多有的没的，晒得好热啊！没有刷子，很小气耶！什么你塞口哎，都没有刷子，真是气死我了。我也是要等一等再进去。我们的车子会不会晒出蒸汽啊？车子哦。你够哟。你的关了没？好、没。关一下。